这是一个欺软怕硬的铡刀，不信你看，拿一个铁棒放进去，铡刀虽然以非常快的速度落下，但是未敢对铁棒造成丝毫损伤。我们再来拿一根面条试一下，可以看到铡刀竟然毫不留情地把面条斩成了两段，果然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家伙。